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踏浪电动车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这几天的节目啊，我一直给大家在说徐克大导演拍的一些片子。我们经常说大导演这个三个字呢，有什么寓意呢？就说一个出了名的导演，他要想成为顶尖的导演，他必须能驾驭不同题材的影片。你光会拍一种题材的，那不能说你是大导演。再说张艺谋大导演能拍《活着》这样片子啊，能拍一个也不能少，还能拍《英雄》，还能拍《三枪拍案惊奇》，这叫大导演。那么我们这两天呢，说了徐克导演的武侠电影《新龙门客栈》呢，《黄飞鸿》啊。那么在这个题材之外呢，徐克在香港影坛还有独树一帜的影片，那是哪一类呢？比方说我们看过的《倩女幽魂》，他能把人和鬼之间的关系，哎呀，拍得妙到毫天。包括青蛇，人和妖之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说徐克导演这种另类鬼怪片里是如何做到人鬼情未了的。一部《倩女幽魂》创造出电影史上最飘逸动人的小倩。我不会害你，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是鬼，你叫我怎么相信你？一部《青蛇》颠覆了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的爱情神话。小青，我们在一起，我们姐妹相处五百年也是情。你当我是人那样想过我吗？那么，在徐克的电影中，小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鬼？青蛇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妖精？本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徐克的人鬼情未了。徐克拍《倩女幽魂》的时候呢，正是香港影坛流行鬼怪片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商业片大导演呢，也不能免俗，因为当时我们看了很多什么僵尸先生啊，什么群蛇玩过界那类一些恐怖鬼怪的片子，灵异片子。徐克当时就考虑，我要拍一部和鬼有关的片子，跟谁都不能一样。他当时选材呢，选的是《聊斋》里一段故事。这个《倩女幽魂》呢，在《聊斋》里那一篇呢，不过区区几百字，就是小倩。那么徐克讲这故事呢，他就要把这个故事呢里边加上料抻长。其实这个情节很简单，他就是讲啊，有那么一个千年树妖，他控制这几个鬼。其中有一个鬼，就这小倩，王祖贤扮演的，干什么事呢？荒郊野外弄一个寺庙，专门呢让这个小倩呢勾引来来往往的人。你比方说哪个男的来了这儿住，他半夜去勾引他去，勾引之后呢，把他的血吸干，然后这个血呢供养这个千年树妖，吃着喝什么的。结果有这么一天呢，一个叫宁采臣的书生从这儿过。和这个女鬼小倩俩人不期而遇，结果没有像以往那样说把宁采臣害死怎么着，反而两个人产生了爱情，上演了一场人鬼绝恋。哦，我没有恶意，如果你怕的话，我可以把刀扔掉。对不起，夜深了，太黑，我看不见。明天一早就替你捞起来。这水是又深又冷啊，怎么你的手比我的手还冷啊？因为你比我热。小姐，你们这的人说话习惯是不是都喜欢靠那么近呢？我需要你给我一点温暖。所以这个故事情节就是从这儿展开的。那么这个徐克拍的鬼片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大的不同，一开始我们看到鬼的形象，咱们你看鬼片咱也看过，这些年看画皮什么的，
就是不论你怎么拍，哪怕这个说这个话题换成人形很漂亮，但是它有鬼的形状的时候一定是恐怖的，青面獠牙，舌头多老长啊，这牙都伸到外头去，很吓人。但是在《倩女幽魂》里边，涉及到女鬼的场景，没有这种让你看着血在呼啦的这种恐怖场景，没有。反而这个女鬼呢，让你感觉虽然说这个是个鬼，行为放荡一点，勾引男人如何，可是她一露面，气质比较高雅，眼神是清冷幽怨的，非常漂亮。王祖贤演这个女鬼，即使你知道她这些行为，你恨不起来，反而觉得这个女鬼啊，既惹人爱，又惹人疼，这么种感觉。好像也无什么味道。这个选角当初不是说徐克挑上王祖贤的，当时王祖贤呢在香港影坛呢名气不大，从台湾过来呢有时候演个小配角，他听说这个事儿了，觉得是个机会，给制片主任施南生打电话。咱们昨天说了，施南生徐克老婆说我呀要演这个小倩。这个施南生作为制片人呢，手头女演员的信息他都有，他也知道王祖贤有这么一位。谁？王祖贤啊、哦，知道。不行不行，你演不了，一口给回绝了。这王祖贤琢磨，这女人跟女人说话就不好办事儿。我给男的打，给徐克打电话。于导演，我谁谁你也知道我想演这小倩。徐克说你不太合适吧？王祖贤就说了，那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你让我试一下镜，我又不要钱不干什么的，我来试一下。要不说这个女的跟男的说话的好说话，男徐克一想，行啊，架不住美女三言两语，来吧，给你一个试镜机会。就这么着，王祖贤到徐克这试镜，这一试镜，徐克当时眼前一亮，就他了。果然，所有的人一看，确实跟小倩的气质很吻合，认为这个是挑对了。所以王祖贤经过演这个片子，一下子大火起来，成了一流的名角了。那么这个片子的结局呢？我们看相对来讲还挺凄惨，就说最后呢，这个千年树妖啊要把小倩嫁给黑山老妖，为了救这个小倩出来，燕赤霞跟宁采臣跟这个黑山老妖展开了一场精彩的人鬼大战，把小倩倒是救出来了。可是这鬼毕竟是鬼，这时候天也亮了，只能是化成灰回到骨灰缸里，然后小倩转世投胎，宁采臣也踏上新的人生旅途。小倩，别让阳光照着她，不然她会魂飞魄散，不能投胎了。小倩，快回到金塔里面去啊！采臣，我走了，我不能再见到你。小倩，你要好好做人。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想不到我能见你最后一面，你要保重我。他已经走了。小倩，在这之前，宁采臣知道小倩是鬼的时候呢，也害怕了。那最后这个结果说明什么？虽然是个悲剧结果，就说伟大的爱情战胜了这种人鬼之间的界限。那么这个结局呢，在某种程度来讲呢，也是王祖贤感情世界的一种写照。这王祖贤呢，当年这出了名以后呢，香港有个大富豪叫林建岳，喜欢上王祖贤了，疯狂的这个追求王祖贤。今儿我约你出来，咱们吃大餐，烛光晚餐，然后这个给你豪宅名车，一来二去，这林建岳王祖贤表示我们可以交往，这等于确立恋爱关系了。
可是呢，林佳月她母亲看不上王祖贤，我们这个门庭你找个演员。后来王祖贤就知道这事儿，王祖贤心高气傲啊，凭什么呀，我进你家门要这么一老婆婆咱没个处了。最后两个人分手了。所以就是说倩女幽魂当中某些东西恰恰映射了现实当中王祖贤的感情经历。现在王祖贤孤身一人在国外待着，已经息影了，不演电影了。所以说这部片子一定程度成全了王祖贤，但也是王祖贤感情经历坎坷的一个写照。王祖贤凭借《倩女幽魂》中经典的女鬼形象，成功的在港台娱乐圈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同时这部影片也成就了另外一位男演员张国荣。那么当时已经是歌坛巨星的张国荣又为什么愿意放下身价来演一个呆头呆脑的书生呢？那么这部片子呢，不光是成全了王祖贤，还成全了另一位主角，就是张国荣演宁采臣。这个有人说你说这不对，人张国荣以前这就是巨星演这片子，但那是歌坛巨星，不是影坛巨星。张国荣演电影不行，当时基本上演一个砸一个，所以说一直到《倩女幽魂》他演了之后，大家才承认张国荣的演技确实到位。那么他在《倩女幽魂》里面呢，承担这个角色，他不是第一主角，第一主角是王祖贤，他里边演着宁采臣呢，其实一个重要的功能嘛，一方面是爱情领域的配角，哎，一种标志；另外一个呢，他要起到搞笑、搞轻松的这个作用。你比方看电影里边，咬馒头一吃硌了牙了，气得把馒头扔地上了，还把石头砸裂了，一踢着馒头把鞋踢坏了，就这么一个搞笑的角色。哼，狼来了，看我怎么对付你！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狼来了！他充当这么一个傻了吧唧、笨头笨脑的，但是运气还不错、对感情比较忠贞的这么一个搞笑角色。为什么要设置搞笑角色呢？鬼片往往阴森恐怖，有这么一个角色，大家看的时候不是那心始终揪着，哎，揪一会儿一看挺搞笑，放松一会儿，然后再紧张起来，这就能把观众死死抓住。你要总是那么紧张，心脏病出来了，受不了了。所以说，这个张国荣在这里边完成了徐克导演给他的任务，而且呢，张国荣不白使唤呢。这里边张国荣唱了一首主题歌，到现在为止还风靡大江南北。大伙还记得那歌曲《远上楼，美梦与遗忘》？哎，这个就是《倩女幽魂》的主题曲。楼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中心。谁人往往人一部《倩女幽魂》不仅成全了王祖贤和张国荣，还掀起了一场灵异鬼怪片的高潮。在这之后，徐克却另辟蹊径转拍《人妖恋》，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惊喜。在这个之后呢，徐克又相继拍了《倩女幽魂》的两部续集，《倩女幽魂之人间道》《倩女幽魂之道道道》。拍完了以后呢，徐克不打算再用这个题材，为什么呢？因为香港那时候鬼怪片啊，跟风现象特别严重，这徐克觉得我再拍也没意思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想在鬼怪片里有所突破。他选了一个什么题材呢？拍完鬼咱再拍妖。这个妖里的题材还和爱情相关的是哪个呢？他先挑准了白蛇传。白蛇传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这里边呢，徐克要拍这个白蛇传视角和别人不一样。你比方说，本来这个青蛇呀，这不差五百年道行的吗？是白蛇一个妹妹，就算个小妹妹，其实俩人还有主仆关系，我伺候你。可是在这里边呢，角度不一样。你比方说他也保留这种关系，说你青蛇呀刚修成人形，
差五百年道行呢，还不知道搁两条腿走路呢，还跟蛇一样在地上爬呢。那好，白蛇告诉青蛇，你得学人走道，别总伸长舌头吃蚊子什么的，那多恶心呢，咱都是人了，现在都怪累的。哎呀，不准这样，快放下来。要伸直腰，挺起胸膛。你当然成了，修了上千年，我才修了五百年。我要是多修五百年呢，尾巴打结分叉，横板竖放，怎么都行。这两个不叫尾巴，叫脚。哎呦，真无聊，这个就叫脚啊！本来是一条软肉，现在给掰成了两边，还有十个婴儿无用的什么脚趾头，做人真烦，简单复杂化。那你就自己回紫竹林吧，走吧。哎，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啊？我是怕白修炼了五百年，看看好成什么样子。好成什么样？霸武之灵是什么？人呢？慢慢学吧。我这腰直不起来怎么办呢？那就先扭着吧。又有人出手了。扭啊扭，扭啊扭啊。在电影《青蛇》中，徐克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给我们展现了蛇妖来到人间的一幕。以往影片中的白娘子都是典型的良家妇女形象，可是徐克却颠覆了白娘子的这种形象。那么在电影《青蛇》中，白娘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妖精呢？我们平常的看这个白娘子，你感觉不出，除了那个重阳节那天喝了这个雄黄酒之后现真形把许仙吓昏过去，平常你感觉不到这白娘子是妖，文文静静的一个淑女，相夫教子，对人伦道德啊，什么从一而终啊，恪守的特别严谨，就跟过去一个咱说很合格的妇女模范一样。但这里边徐克拍角度跟别人都不一样，就这里边白蛇呢，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妇女模范，反而是一个对七情六欲掌握的很熟练的情场老手，有意识的勾引许仙，用自己的道行来达到自己追逐爱情的目的。你比方在西湖断桥边说下雨，下雨了，然后跟许仙俩人游湖借伞。哎，船家，等一等，可以送我过湖吗？船夫，快靠岸！哎，等我先定下来啊。那你就快点定啊，你紧着催我怎么定嘛？叫船先停一停啊，现在风调雨顺，怎么停啊？那我下水了。哎，有人掉下水里了啊！哎，小心啊！啊啊！哎呀，你也小心啊。你不必慌张，我妹妹熟悉水性，她在戏水呢。进来，里面有炉子，可以烘干衣服。请尝尝我熬的西湖牛肉羹。不好意思，我已经坐了姑娘的船，不敢劳烦。那么相应青蛇身上也有这个特点，就白蛇青蛇不仅仅是姐妹，不是说我妹妹为了姐姐的爱情我牺牲，她开始琢磨。你看演这个青蛇的这个张曼玉，美的非常妖艳，风情万种的，她琢磨凭什么我姐姐跟许仙好到那程度，而且说许仙是个老实人，终生有托，跟老实人谈恋爱好嘛，就跟罗密欧朱丽叶似的。她琢磨了，我就不能勾引勾引她，不能乱说，那你比划比划给我看，我会使劲学的。所以徐克拍青蛇石破天惊的引入这么情节，青蛇去勾引许仙，而且还勾引成了，最后弄得青蛇白蛇反目，姐俩打起来了。我去读书。你老说我没有定力，原来我发现这个世上谁都没有定力，包括跑不出你掌心的老实人。我还以为你道行有多高呢，原来不过如此。那你就不必跟我了，去走。那么这个是徐克改造原著的一个创举，还有一个创举，他对法海的重新定位非常有意思。这个法海给我们印象当中是什么人呢？啊，恪守清规戒律，嫉恶如仇。尽管说传说当中说几百年前几千年他跟白蛇青蛇之间有恩怨，但是到了现实世界里边呢，法海是一个中老年僧人的形象，斩妖除魔，一个绝对正面的过头了的形象。但在这里边不一样，他用赵文卓演法海，
法海不是中老年僧人吗？赵文卓是个英俊潇洒的和尚，很漂亮的一个和尚。而且这个和尚啊，他修行很有意思，他没有修行到家，他抵制不了青蛇对他的诱惑，而且他斗白蛇也费劲，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为人不耻的方法，把许仙抓走，好像是让许仙离开这俩妖精。其实他通过这个来挟制这个白青二蛇。连房子都不见了，红尘色相尽是虚幻。啊，你这个臭和尚，变走了我家，还把自己大道理的啊！妖怪碰上你没办法，但我是人，现在我对你很不满意，我要打你！我干你！阿弥陀佛，人比妖怪更难驯服。施主，我要带你走。放了我！你快放了我呀！啊！现在放了你就摔死你了。啊！臭和尚，那你要带我到哪去啊？我不能不白的走啊！快放了我你！我要带你去一个安乐净土，让你远离尘世，静思己过。我不去，我迷恋红尘，我沉沦凡俗世界，我愿意。这是我的世界，跟你没关系。我不愿意跟你去，我不去。在影片《青蛇》中，不管是张曼玉扮演的青蛇，还是赵文卓扮演的法海，都颠覆了以往的角色形象，让观众眼前一亮。那么当初徐克又是怎么选中他们来扮演这些角色的？本来定下的王祖贤是第一女主角，为什么后来又换成了张曼玉呢？广告之后，老梁故事会为您继续讲述。一部《倩女幽魂》创造出电影史上最飘逸动人的小倩。我不会害你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是鬼，你叫我怎么相信你？一部《青蛇》颠覆了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的爱情神话。小倩，我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姐妹相处五百年也是情，你当我是人那样想过我吗？那么在徐克的电影中，小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鬼？青蛇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妖精？本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徐克的人鬼情未了。在影片《青蛇》中，不管是张曼玉扮演的青蛇，还是赵文卓扮演的法海，都颠覆了以往的角色形象，让观众眼前一亮。那么当初徐克又是怎么选中他们来扮演这些角色的？本来定下的王祖贤是第一女主角，为什么后来又换成了张曼玉呢？本来原定是这个王祖贤演的白蛇呀是第一主角，可是后来徐克一想，白蛇第一主角是传统的观念，咱得颠覆它。何况这小说李碧华写的名字就叫青蛇，他把青蛇作为第一主角，而且这里他挑了张曼玉，这选的太独到了。我刚才我说王祖贤是真像鬼，所以大伙一看王祖贤演的白蛇还在那个小倩里边转悠。但是要说王祖贤像鬼的话，张曼玉更像妖，那种柔媚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有那种妖气。所以这里边他一挑这角，张曼玉演的青蛇把这青蛇给演活了。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青蛇，包括前面讲到倩女幽魂，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徐克为什么是大导演，电影就那么区区一两个小时，他就是靠画面语言，有些东西是回味绵长的，你背后琢磨去。所以徐克通过镜头语言，通过对姐姐在一起的，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老梁故事会是由踏浪电动车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等你们弄清楚了，也许我会再来。